Attends demain.我跟你们说，我现在处境很尴尬，因为我现在一个潮人聚集地，而我在这里直播，我好害怕。你们懂不懂？你们肯定不懂了。你们有没有那种潮人恐惧症？虽然我自己也算是半个潮人，但我还是有潮人恐惧症。我自己选择的，还不是你们要我直播。你不要我直播，我怎么会直播呢？我现在去二楼看看吧，主要就是人想逛街的时候叫逛逛嘛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你们看到我这里起了两个痘痘吧？起了两个挨着，我都不明白这个地方怎么会起痘痘，不明白，就是费解。哇，好冷！天哪，外面好冷，今天真的好冷。这里看到了吗？今天外面真的非常冷，冻挺了。完蛋了，我给你们看一下。我给你们看一下我看到的场景，你们就能理解我这种直播的时候很恐怖的感觉了。这不就是秋裤吗？这都是秋裤套装啊，同志们，秋裤套装。我怕有人跟我说，哎，对不起，我们这儿不让直播。这衣服好适合做应援服呀，同志们，就很蓝绿。我像个农民工，哎，我就像个农民工。我是怎么在这个潮人聚集地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农民工的？救命啊！当然不是说农民工有什么不好啊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农民工兄弟，我很尊敬你们。开到胸了，这玩意儿穿什么内衣合适？不要被别人发现我在直播，我丢不起这个人。不是说直播丢人，是我丢人。兄弟们，不是在说你们哦。哎，你们，我想问一下你们，如果误进了一家你根本买不起的店，你该怎么出去呢？我其实有过很多次经验，但是呢，我一般就是要分情况的。让我先加价的扫一眼这家店的价钱，我猜它不便宜。哎，我都看不懂这边价钱，跑了！哎，有店员来了，我赶快跑，要不然等会我就……他肯定看到了我仓皇的背影，他肯定很费解。不，但是那个店员过来了，他要是问我有什么喜欢的。
这个怎么多少多少钱，我只能落寞的说一声哦。对，我跟你说，我这个状态真的是看当天的情况的，我有时候会觉得自己很丢人，然后默默的走掉，有时候会觉得那有什么的，我就跟他说，哎呦妈呀，我直接跟他说我买不起，太贵了，然后我走掉。这个完全是看我当天的状态。890，看到了吗？这件卫衣890，是不是瞬间觉得我买那件外套值，很值，很值，很值吧？这卫衣，这卫衣890。就是这个人身上穿这个，这外套打好几折，其实还挺好看的，主要这两个颜色搭配的我觉得很和谐，就这个卡其色和这个绿墨绿色感觉很和谐，对不对？看卡其色是百搭色，它搭墨绿色也很和谐，它搭灰色也很和谐，它如果搭这个藏蓝色它也很和谐，卡其色是百搭色。就是这种店，你看他就透露着我买不起的样子。我之前还去了一家店，我就买不起。哎，我有时候会跟他们说谢谢你，我再看一下，我再考虑一下。我有时候会说天哪，太贵了，我买不起。我有时候会仓皇逃跑，不知道你们都是哪种情况呢？你跟他说能不能打一折，他说请你离开。哦，好冷哦，有有没有，今天真的太冷了。但是你们知道吗，就从这个地方进去，从这个路口进去，那旁边本来有一家水果捞，就我念叨了很久，那家水果捞它是那个什么甘草梅汁，就是酸的，然后有一股甘草的味道。结果我上次去的时候不见了，这家店凭空消失掉。哇、哦，好冷！哇、哦，我死了！嗯，凭空破产掉，不是凭空破产，就凭空消失掉。然后就问旁边的那些人，就旁边的店子，我就说，哎，这里本来不是有一个那个什么吗？他们说不知道耶。没见过耶啊！我就觉得天哪，怎么回事？别人都说没见过，没有，真的存在过。我就觉得有，因为我买吃过，当时就是从这里走进去，然后我想在这个附近再找找看有没有别的可以待的地方，结果发现没有，我才打车走的。绿了，绿是一个很好的颜色，因为它一绿我就行，绿可以让人行。那里面有一家卖猫猫产品的店子，产也不是产品吧，反正卖猫猫食品的店子。嗯，好冷。牛不行了，今天到底几度啊？是要把我冻死吗？这个天儿。喝醉了酒，醉倒在马路边儿，醉倒在你家门口都没有人给你收尸，你直接干杯死掉，这种程度，这种天儿就是这样的。这么冷，我为什么会出来？因为我觉得
商场里面应该不冷。我的手很冷啊，我就是没有办法。哎呦我天哪，这家店叫帅锅火锅，卖火锅的，它叫帅锅。谢谢。你好可爱呀！你嗓子怎么哑了？你嗓子为什么这么哑？可以给你开节，但是长毛的话不建议你修脚，因为现在是冬季了。你不可以摸我，你还小，有细菌。咦，关注了，呀，呱呱。我们这个帽像这一样的，脸很漂亮，但是就是毛很长啊。对啊。啊天哪！毛太长。它的五官好集中啊。这毛比这还肥胖。你在干嘛？它为什么吃了呢？我们给它们吃了猫粮，还有猫条什么，它不是舔吗？这是胸口这一块一块的。我觉得它一定很好看。反正就一块要下给你打结了。啊，给它输也没有用。你要拿针输。这是真书呀，你说他咳嗽了，硬的我就给他剪了。怎么啦？但是毛太长了，没什么。啊？什么品？我猜这是妹妹。是英国的那个，杂色的。因为它很娘。毛毛尖尖什么什么？很温柔。像不知道。他这个。天哪，他是男孩。那个娘炮。可以。你是娘炮。啊。毛结块的话，一个是因为它的油脂分泌，一个的话就是因为。哇，他咳嗽像人一样。得看你怎么咳嗽了？这么乖呀、啊！你像猫的毛发的话，它你脸上怎么也长了一颗痣？就是猫，我知道很要干净，但是我这个猫家里啊，给它可能吃的也是。你不会长大就这样子了吧？它吃了就甜。你不长大就变成这样子了吧？咪咪，呱呱，呱咪，咪咪，呱呱来。哎，宝宝，呀，呱呢，呱呢来，露露呀，来呀，露露呀，哎，该回去了，像你们给他修过吗？没修过。他的毛，他是我们收养的，然后之前是气垢猫。啊、哦。他呀。对，他俩是一个品种。嗯，就是他长大会长成他这样，对吗？对。像变了一个人一样。干净啊，很干净。我家里养的猫是很好的，就给它吃的太好，很胖啊。它要合理膳食，合理膳食，不要喂得太好。要给它吃的，没办法就吃了。它要给你发嗲的。我知道猫是要长。啊，要撸，阿米啊，来，关主任。喵喵叫。过来呀。这只好大呢，你看，好大呀。我的拳头放在旁边都变小了，吃饭他的头比我拳头大很多，只是近大远小，你们懂吗？他比碎碎还要大很多，他的脑袋非常大一个，我感觉我一只手抓不住的那种。到五点把他叫来，长得很帅，对吧？车里给他一吃，他就不响了，他就像闹钟一样。你俩，像你们还好，我身上大都是毛。怎么啦？他是男孩。这几个猫都很漂亮。对，这几个猫都很漂亮。这为什么一直盯着上面？仰望天空。好有呱呱。怎么啦？漂亮，真的。怎么啦？呀呀，呱。好小哦。这猫的品种是，这是。它是豹猫。不是中华田园，不是，是我们。你干嘛呀？它蹦起来了。这个猫，它为什么跳起来？那个还真的好啊。对，它的话是孟加拉国产，是南亚，它的猫种是属于南亚猫种。然后之前是15世纪传到西亚的。啊。这脑袋好大，这脑袋像狮子一样大。引进过来的。
啊，之前我们本土是包括整个东亚大陆、中亚大陆都没有这个猫的，它的性格就偏野，偏野，对，比较野，野嘛就是攻击性嘛，不是攻击性，太活泼了。哎，我家里那个猫，我跟沙发上一睡，呼啦呼啦，这指头一动动，它就要给它想要别人摸摸吧，啊，天哪！还是要想要别人摸摸吧，是不是？要一直喂着它。那，没办法呀，家里养这个呀。嗯。嗯？他们这里有领养的，领养小猫的。我们家里的猫也睡的也是一样，这样睡。嗯，啊，不，啊，就趴在后面脚是。不是吧？这应该不是领养，但是不知道他们领养的小猫咪在哪里。哇，声音很响的，这哇的，豹猫。其实这个猫像五六七吗？猫短的啊，我喜欢猫短。好帅哦！这猫多，还有一年有吧？啊，这个猫。才一年，就养了，生出来一年有了。两个月半。它叫的跟别人都不一样。是吧，奶猫，可爱。哎，就这点高度还得去这么久了。是什么呢？这是我们公司自己的。啊，哎呀。我之前在他们家买过那个小冻干，他们挺喜欢吃的。咦，这么可以？就买的鸡肉小菠菜。它的话，因为是不是收养的，所以就。肌肉太阳果，三零弃养的，我们老板救回来了。啊，那是弃养的，太不能大了。咪咪啊，哇，它的性格其实还是蛮……真的啊，很健康的，口臭，是吧？打开有口臭，我受不了。口臭的，闻得出的。口臭，他不让我剪指甲，给他剪了个指甲，一周不理我，是吧？对。它真的很可爱，它蓝金哎，蓝金，哎呀哎呀不行，啊，它是女生，它是女孩子，嗯，你好可爱呀，嗨，它怕人，我家的猫。喷到我家里去，就是揣在这里，放在肩上，怎么弄？他无所谓，他们走了以后，他很累，性格比较累，累就躺着就睡了，啊，他很累很累。很好多小猫在叫。嗯，真的不错，真的。咪咪，瓜咪，哎呀，这是干嘛？这是一样的吧？对，烫了的话有，但是毛在干嘛呀？烫都是金渐层。烫了。对，都是金渐层。嗯，瓜咪，咪咪，嗯，可爱可爱，太可爱。其实我跟你说，我现在发现养猫的是养猫很好吗？看你怎么养。我家里给它猫砂买最好的，猫粮也是最好的，还给它吃三味一条，还有什么东西？你这还在看上面？不说一直在看上面。哇，它比较活泼啊！这小孟家了。它是南洋猫，性格非常活泼。我也很家里老实。你看看，果然是小妹妹。你看它的手两个并在一起的。我们家猫那个都长叉着呢，胳膊。你看它两个手并在一起的。这比较活泼啊，这两个布性格都比较好啊，反应比较快。好可爱哦！好了。哎呀，到对面吃饭去了。拜拜。吃完饭过来再过来啊！我熟女，好熟女哦。嗯，你也可爱，你也可爱，但你是臭男人。建议三个月。臭男人只有小时候可爱，长大了就很讨厌。小妹妹就是小时候长大都可爱。我一块那太近了，都是一盘。那你是摸上去啊，很害怕吧？你要打人？长毛猫，你每天要给它梳毛。家里是刚吃的，咔咔给它拉，拉的它很舒服的。对，你有事没事给它梳毛。哇！哇！你打它。Yes, OK。嗯，好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
请问这个是什么意思呀？它是这个价钱加一个5800，就是5800的储蓄卡，您可以在我们这任意消费。哦，这就是领养是吗？对，然后再加这个价。明白了。啊，谁拉了臭臭，好臭啊！给他们买点小零食。干嘛呀？因为有人给他们买猫巧，就每次在这边。哦，喂它是吗？然后人家一站到这边，它就开始叫。他觉得是买给他的。对。笑死，好搞笑，搞诈骗的。看他眼神儿。好厉害哦！他跟我干的是同一个工作呀，搞诈骗的都是。买波波波，肌肉小波波。你们家什么猫？我们家一个布偶，然后一个那个剑银剑藤，还有一个是小土猫。梨花什么？差不多吧。这些都可以。嗯。所以从来不吃。嗯。哦，他住这一间。对。他的门是开着的。哦，因为他是。被救助的吗？他之前就是身上特别脏，被气毛气掉的。哦。对，被气养的。然后老板把他救回来了。嗯。啊，Hello。家就是这样子的，这个价钱你只要给这个价钱，然后在5800的充值卡就可以用以这个价钱带走它。算不算它便宜？我付钱。谢谢，拜拜。
这个猫没有诈骗到，这猫今天没有诈骗到，它遇上厉害人了，就是我。但是我确实，我跟他干的也是同一种工作，我每天开直播就是为了搞诈骗，如果今天没骗到钱就会很落寞。他刚刚我出门了，他还在那个玻璃门后面对着我用落寞的眼神，企图让我感觉到就是良心在谴责，但是我没有，因为我没有良心。谢谢许茶不茶也不播送圣诞卡。什么鬼灯啊！谢林大大送皇冠。无能啊，无能啊！谢谢 XM 送的圣诞树，我也打车回去了。我都以为这里是泡马特，你们看这个标志。是不是很像泡马特？对啊。没吃，但是也不想吃。我今天一天都没有食欲，很难受，肠胃不太舒服，感觉经常这样。买个红豆 Q 果吃吧，要不然买红豆 Q 果，明天早上吃怎么样？那就买回去给他们吃。芋泥蛋黄酥，这泡酥。这个头发太乱七八糟了，所以要赶快去弄了。但是我约的四号，因为我怕五号呢就没有时间了，他要进那个场地彩排。其实四号我也有点担心，但是三号还约了录音。但如果太前面弄的话，就担心它又长出来那个颜色。这两天不行，这两天怕到时候长出来颜色。然后而且这两天也要排练了，起痘痘了。我你看，以前从来没有人发现这些东西。他新调的这个滤镜，什么鬼东西？起个痘看得比什么还清楚呢，好无语。破烂玩意儿。还需要点什么吗？还有一盒奶香桃酥。芋泥蛋黄酥。桃酥看起来不错。71.4毛。那个奶香提子酥，然后要一个芋泥蛋黄酥，
那两个红豆 Q 果都给我吧。好的。为了七十七号。谁付钱？你们别在这儿不要脸了，都是扣的我的钱，你们在这儿挺会说的啊，挺往嘴脸上贴金的。打车了，在等车。这家店叫鲍师傅，我这啥发色是自由发色，想是什么色就是什么色。最普通的，这附近没有可以进去待着的店了，确实没有。哎，你看他这个瘦脸，一下脸大一下脸小的，什么意思？神经病。这样看出来了吗？就是不太明显，就是那种最自然的效果嘛。谢谢雪茄不加波送的山楂树。再不带区别是，我能看见了，完我光明了。我发现我一动的话，我就喜欢唱美声，不知道什么毛病。而且有刚才我被那个拍摄的时候，我被冻到在那儿，感觉像反祖了一样。
你便秘的时候喜欢唱，这你往哪儿使劲合适呢？你上面还得控制，下边还得控制。还是集中注意力吧，我建议你啊。怎么还不来这个车啊？我看看啊。我丢哦，他跟我打他的时候位置就没变过，没动，一动没动，一动不动是王八。你东北人到上海被冻死，拉垮，你太拉垮了。东北户外不冷吗？户外也冷啊。我不知道东北现在多少度，但我那天问白云，我说你们去拍摄吗？他说没有，当时没有时间。我说那我们去吗？他说现在零下20度，我才不要去呢，要把人冻死。暖和，上海屋里也还行啊。主要是问题是你知道吗，我在小红书上看到一个那个就是一个女生，也不知道说她是女生，就是说女生嘛，但是她好像又结婚了，然后就是那种感觉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，但是说女的感觉又不礼貌，你懂吗？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形容，不是女生不能结婚，但是就感觉女生结了婚称呼就是怎么说呢，她给我的感觉就不是小女孩的感觉。哎，女士，对，女士，这位女士，对，一个小姐姐。然后脑子一下短路了，忘记了怎么叫，对，一位美女。然后呢，她就是她拍摄，她在东北，就是那个什么的话，记得要去小酌一杯某个某个哟。刚才好像卡掉了。哦，天哪 ！Oh my god！ 哦，没有还充电宝，算了，回中心还吧。没关系。然后继续跟你们讲哪儿啊？他拍摄他在那个就是，他在家里面，就是东北的那种像，乡下的地方吧。然后呢，就是生活的那种样子。然后，他们不是会有一个房子嘛？然后他就拍他厨房里做饭的样子。然后他把家里打扫得非常干净。他把家里打扫非常干净，但是就是透着股冷劲儿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是因为那个颜色，包括就是窗户外面都是雪的那种反光，你懂不懂？然后他那个厨房，他厨房，不对，他在屋里面铺的那种地垫儿还是什么的，
而且我发现他们那个会在炕上铺那种，就是像那种，胶质一样的那种皮，那个怎么形容呢？就是在炕上铺那个东西，你们懂不懂？哎，对，就是那种东西，不是席子，是就是对，像塑料，也不是像塑料，像那种皮面的那种。我很难形容，像桌布一样的那种，就是我们平时会铺在桌上那种布，防水的那种东西。哎，对，就是那个。然后它铺的是蓝色的，就看着更冷了。而且它那个蓝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只有那种图案的，就没有纯色的吗？就必须得是那种大花儿是吗？就必须得是花儿的是吗？对，鼻梁上长痘痘了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然后我也没地儿去处理痘痘，每天哎，嗓子咋了？不知道哎，都买那样的喜庆，有可能吧，有可能大家会喜欢那样。谢谢林大爷送的皇冠，然后，他就在那个屋里面做饭，那个厨房里，你们知道吗？他那个厨房里，我知道我为什么感觉冷了，因为他一做饭一烧水的时候，他那个蒸汽起来，就让我觉得他屋里的温度低，然后所以才会感觉那个蒸汽特别明显。但是有可能不冷吧，但是我就感觉很冷。然后他那个是那种大锅大灶，你懂吗？他烧个水或者是洗个锅什么还挺麻烦。对，做饭就是窗子，我也不知道透不透风，但是我感觉外面都是白色的，应该都是雪什么的，就感觉特别冷。然后呢，他还会经常去外面，就是说去地里面摘点什么东西，哎不对，去外面拿，反正他每次都是去外面拿，或者是去别人来卖什么的，来卖豆腐的，他就出去端了一个盆，然后去打了一块豆腐回来。然后他就是，你想东北外边那个天，他手伸在外面，我都感觉冻得慌。他只要一出门，我就感觉冻得慌。但是我也没有在东北生活过，不知道有没有东北的小伙伴可以跟我讲一下，到底冷不冷啊外边？但我不知道东北的这种乡下和那个城里生活的感觉应该也不一样吧？因为我老家和就是现在我家住的地方生活的感觉也不一样。山东冬天冷吗？还是冷的。我之前不是在湖南上学吗？我当时就觉得哇，好冷，湖南好冷。然后呢，我就坐高铁，就是下高铁那一瞬间，我觉得那虽然说湖南冷，但是比起山东来还是差点意思。就是你出门的那一瞬间，你就感觉它就不是同一个温度。对，平房是吧，平房更冷，感觉就是太接着地了，就感觉更凉，特别凉，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铺地暖，感觉冻死了。那你说如果在，确实哦，我想想我以前小时候，我去年不是回老家了吗，回我姥爷他们老家，然后睡在我二姥爷，不对，睡在我三姥爷床上，他们那个也是炕，但是下了炕之后，外边都必须穿上羽绒服，只要一下床就得穿羽绒服，要不然就很冻得慌。但是一般像在家里生活的话，就在家里只穿睡衣也可以，但如果在村里生活的话，就是下了床就得穿厚衣服。最近我感觉降温都很厉害。请减速，即将向左前方行驶。向左前方行驶，进入主路，不要驶入公交车道。但我都忘记我小时候家里不是住平房的吗？那时候我姥爷天天在家是里生炉子，就是我家的暖气是我们家自己烧的，晚上睡觉。睡觉的时候就把那个口堵上，然后呢它就会慢慢的灭掉，但是它那个
也不是温度也不会一下降下来，就是连的暖气片，就是自己的自己烧的炉子连着暖气片，只要炉子烧的往暖气片去烫。那时候在家里虽然也穿着棉袄，但是我那时候脸都是红的。我看我以前的照片，用炭烧啊，用炭烧，就是那种炉子接着一个管子。我看我小时候照片，过年时候照片，我脸两坨高原红在这儿，然后扎了一个双马尾，两个揪，拍的还都，我还在那儿吃东西，大家都在笑，我在那儿吃东西，不给你们看。那时候刘家浩还特别小，被我姥爷抱着我，就是像我抱那个暖宝一样，就滴溜着那种感觉。那时候刘家浩只长了两颗牙，两颗下牙，在中间，好可爱的，长大就不可爱了。丑男人都一个样。刘耀小时候脑袋可圆了，20年前差不多吧，得20年前了。过了年我都28了呢。都不知道，哎，刘家豪真的是发个消息半天，好几天不带回的。你给他寄点东西他都不带回你消息，谢谢。这是什么 ESSEESTHER 送的什么来着忘记了，天天给他发消息就有去无回。太不行了。不知道有没有对象，我也没问他，有也挺好的，省得我爸天天叨叨我。他最好赶紧结婚。他结婚我给他包个大红包。包起码得上500吧，这还不够大。那是我给别人都给200，毕竟是亲弟弟。都双数嘛，那就包600，666。弟弟得52，谁规定的？凭什么？这玩意儿又收不回来，该包这么大干什么？白给呀！结上婚啊，上哪找人结婚？结不上。想结婚，我不用28，我24也能结。我退团就能结，问题是我没有对象可以结。你觉得年龄是问题吗？你觉得规定是问题吗？不必急，我没急呀，我哪儿急了？我能接触到什么男人？楼下的看门大爷、社长、叶总，叶总都不常见。
这个刚才卖这个宠物用品的这个店员儿，去买衣服那种店里边的店员儿。海底捞员工，梅婷，服务员工。还有点什么？很久以前员工。啊，还有我们司机叔叔，还有我们食堂的叔叔。还有我们剧场的那个哥哥。还有那个握手会时候的男粉丝，少之又少，少的可怜。还有剧场的战区粉丝，你再远一点我都看不着。而且你每天看到的这些男粉丝是什么样子的？是声嘶力竭的，要么就是一脸冷漠的。再不就是我要肥肥，我要珊珊的。考虑一下，女生是什么样子的？见到的女生穿着睡衣躺在中心，躺在我的房间，死赖在沙发上不走的，爱穿热裤的，这个爱吃这个青椒炒肉的。素面朝天的。这个他剧场的就是叫老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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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。姐姐每天听到的都是姐姐喷喷，不知道为什么这么爱用叠词。搞完头发，姐姐喷喷，下那个要换衣服，阿姨拉拉。姐姐跟我们说，姐姐跟我们做完头发都问我们，都不问我们喷不喷，而是喷喷。喷那个定型喷雾。喷雾，喷头发的。你看我的刘海儿，它能保持这种形状，都是因为有喷雾的功能。
姐姐身兼数职，我们做头发的姐姐在我们公演的时候还得负责拉拉。滴滴啊。哦，你打滴滴是吧？我们这个车现在调过价了，你知道吧？但是如果我直接用滴滴的那个软件打的话，不就是80多块吗？啊，两样的，它是算的14块的那个。但是他给我预估的就是80多块。没有，你这个26公里，我们一般是26公里都是95块。比如说我们26公里路。那我早晨我卖给打个单子给你看，28公里，我早晨开的28公里，他是开了100零几块了。那我要不然那个我跟那个你在软件上，我在软件上付钱吧。对，软件上啊，我到时候软件上付钱，我问一下那个客服怎么算那个就行。嗯，你现在可以问26公里。没有，因为我打车的时候它显示的是80多块钱，而且你看你没打表也不是我的问题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是的。是可遇不可求的，因为一般都没有这么多的人玩，不上狼人杀。剧本是要花钱买的，要充值的，知道吧？前方300米，请靠左沿南北高架路继续行驶。我那天把房间打扫干净。这两天要是保持不住了，我就骂他们。谢谢小不差帮我送的圣诞树。靠左沿南北高架路继续行驶，不要下坡。确实。
已就算了，跑步机拿来干什么？你觉得我屋还有空？而且你觉得谁会跑步啊？放在那里当晾衣架吗？我开在那儿，可能猫能跑两步，反正人是不会跑的。这个地方还是有一些就是固定思维的，就比如说都会觉得山东人就爱吃煎饼卷大葱，但是其实我们确实也吃山煎饼，也吃葱，但是煎饼卷大葱真不常吃，哎，就是煎饼吃煎饼，葱吃葱嘛。而且我们也不是只吃山饼煎饼卷大葱，我们还吃炕饼、烙饼、油饼，这个烧饼，然后锅贴啊这些东西。但我们锅贴不是像上海这种锅贴，就是像饺子一样的，不是的，是那种面做的饼放在锅子里面，那叫钢贴吧，反正叫钢贴，那因为它是个钢不是个锅，就是贴在它的侧边，然后把它烤熟，这个东西就是。是锅盔，我以前从来没听说过锅盔这个称呼，是没有馅儿的，就是面，然后
或许会放一点点葱花在里面，然后有那种油酥吧，应该是，然后还有一点点胡椒、五香粉之类的东西，好吃。但是它就是主食，它就是饭，因为山东人其实我觉得吃米饭吃的不多，更爱吃面食，就是平时家里面只要炒菜什么的，就的都是饼子啊、馒头啊、花卷啊这些东西。就是不常吃，或者是自己下点面条，不常焖米饭吃。不是不吃米饭，我觉得我一年可能五次以内吧吃米饭，反正我家是这样子，一年吃五次以内。主要就是吃，主食就是随便吃什么都行。今天可能买点煎饼吃，明天买点饼子吃，因为我们的饼有很多种花样，有很多种饼。炕饼，我喜欢吃炕饼，就是那种很死的面，完全没发的那种很死的面，然后擀一厘米厚的吧，或者是两厘米厚的，然后就用那种小火慢慢慢慢的把它炕熟，这个东西叫炕饼，那种很香。请沿外环高速公路继续行驶4.1公里，将从浏河沪太路出口驶出。但是那种确实也很管饱，也很实吧，大概是。还有单饼，我家那边有单饼，单饼就是那种外面都是一层白面的，是在鏊子上烙熟的。其实煎饼也是在鏊子上烙熟的。谢谢蚊香瓜送的一碟。会难嚼吗？不难嚼，那种白面煎饼比较难嚼，但那个白面煎饼我小时候很爱吃，因为它里面会放一点那种花椒叶子，花椒的叶子放在里面，然后就有一点不一样的味道，我特别喜欢吃。然后但是它那很有嚼劲，很有弹性，很筋道，就是你咬能拉老长都薅不断的那种，有一点像花卷的味道，但是它是死面的那种白面煎饼，还有一点点透明，有点像春饼那种感觉，但是它是皮儿上没有不湿润也无油的那种。我看一眼微信哦。拜拜，同志们，有点事儿。